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忏悔。阿舍利尊念，菩提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昙摩，二约中尊；皈依精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菩提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昙摩，利益中尊，为正卡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菩提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为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为依昙摩，利益中尊，为依正卡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普注》第515页，515页第五行最后的一字看起啊，如会说话，十经三摩地。无波无着，无明清净。头前咱学到这地，刷类过来看下面呢，由下脱下，所住三昧。啥？三昧就是静定，或者换作静修，正常的受用，所住的三昧，离一切下波，下波是烦恼的代名词，一切的烦恼拢离开了，离自在，你就自在了。明法下脱三昧，所以呢，下脱三昧是通明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断除烦恼离，得到自在，这叫下脱三昧。如会说法。只观无碍，故名下脱。止就是停止，妄想杂念爱停止。观呢？观呢是看破。止呢是放下，看破是悟到人生的真相。元秀博士圆圆观中所讲的五智六观，叫咱啦，应该都爱放下，拢嘛爱放下。放下了后，你都明白。但为什么咱看未出这个无着人生的真相呢？安尼烦恼习气。
善恶业啊，才会物件咧就挨着，互咱看袂着诸法实相。这诸法实相的，就是自性的体相作用，所以观诸法实相啊，就是讲明心见性咯。言语不同，境界是相等的，所以呢，机关无碍，智不碍观，观不碍智，机关同时起用，这就是下脱，这就是自在，啊，无障碍咯。由我念佛三昧，令度一切烦恼，令解脱生死，故事明清净，解脱三昧。这是啊，专指念佛的。念佛三昧是甲起心动念，啊，无论是善念、恶念，有念无念，拢嘛归到阿弥陀佛，这叫做啊念佛三昧。啊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嘴内啊只有佛号。其他的念头拢总加放下咯，也都是觉明菩萨所讲的啊。西方觉智啊，觉明菩萨啊，教导咱念佛闭关啊，都是不夹杂。不怀疑，不敢断，啊，不夹杂，无妄想，无杂念，不怀疑，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啊，念佛人发愿求生净土，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，无丝毫的怀疑。啊，这款人功夫啊，一定会得到三昧。三昧之前者，都是功夫成片。心之禅呢，那就属于心不乱。不过，心之禅离心不乱，离心不乱是生息不脱，属于心不乱生方便脱。啊，只有功夫成片，生啊反省动机脱。娱乐世界有啊。诸托三杯高品，但是呢，四十八愿、第二十愿更加真清楚。所谓一切往生到啊极乐世界的人，该做阿弥陀地菩萨。所以本的弥陀经顶面嘛有讲，每一个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拢嘛是阿弥陀地啊菩萨啦。那换一句话讲，极乐世界虽然有诸托三杯高品，
实际上是平等法界。这个平等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咱今嘛伫即地念到四十四愿，四十八愿还未念完，四十八愿都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阿弥陀佛度一切众生的宏愿，四十八愿愿愿拢兑现咯，唔是啊虚愿。咱若想要了解啊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阵甲咱介绍的这部经，这部经的核心就是四十八愿。头前的四十三愿是专对念佛往生的这些人讲的，对四十四这个普定三昧愿，一直到第四十八。特别啊，为啊他方菩萨讲的，啊，极乐世界的庄严嘛、殊胜，他方菩萨听到，到极乐世界去参学，提升因的境界。是为着这个来发的，这个啊五愿呢，五愿的当中的第一愿，普定三昧，不是普遍，定是干那向人定。甲诸佛如来定，甲阿弥陀佛定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这就说明讲，为什么诸佛刹土的菩萨一定都爱去极乐世界去参学，是为了这个代志来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伊的这个品位大幅度提升咯，啊！念佛三昧，这就是讲专念阿弥陀佛，会除一切烦恼，会解脱生死。这念佛人真正念佛，这两句话也是真的啊，不是假的啊。我是明清净下脱三昧。下面甲咱讲普定，或者普遍，定者平定，微华经为之遍知三昧。这个遍有普遍、平定的意思，遍知啊，这拢是咧讲念佛三昧。闻道理经为之啊，普知三昧。普知甲普定的意思是同款，
创业的根本咧，内底都有讲，普遍三摩地，嘛是这个意思。从业本内面为之平等三摩地门，会所释法。会所的解释有讲。欲以诸书，但是菩萨所得三昧名呀，但种种无共的名，意思是完全共款的。但经行法师讲，或者这普遍义，定者这坐定义，就是平等。顶嘴所见普共，不复该见呐。或是普遍共下共待，不复该见。我所注定这个定的名字就叫做普定。言语有文，由此三昧力，奉献诸佛世界，故言为破，平等应见，无所不见，故言为定。平等现见，无所不见，这些诸佛如来，这些菩萨呢，去到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伊的智慧神通道力，会当甲诸佛平等。下面是念落的话，由欲选择本愿正义，这就是就选择本愿正义来讲呢，即是念佛三昧德好呀。即个啊，名词拢总拢嘛是。念佛三昧，破为破片，反省同立之意，佛立在境界，菩萨马立，凡夫马立，这是破义。第五呢，为平等，念一佛功德，顶动一切佛之意。这个啊，一佛都是阿弥陀佛，念一佛的啊，佛号，所得的功德。应无是念一切啊，诸佛名号是同款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弥陀名号来对，完完具足一切诸佛的名号，阿弥陀佛的。这个名号是梵语，伊也翻作中国意思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啊翻作觉，
合起来无量觉。无量觉就是成佛咯。无成佛是未当称无量觉。无量觉甲无相正定正觉的这个意思是同款。无相正定正觉，就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同清啊。所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。高一阵佛不是讲无量光，所以念这个佛名是所有一切诸佛全部都念到一个都未漏去。阿弥陀佛就是平等佛，阿弥陀佛一切一切啊。这个名号就是一切诸佛的名号，一切诸佛的名号就是这句名号。名号功德是不可思议，对这地会当去体会到。念嘛阿弥陀佛就好了。十方诸佛，敬宗教的祖师大德，拢教咱以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有道理的啊！这个话唔讲随便讲的，菩萨念佛什么经？现在都有讲，譬如众生，由于宿命金色之边，这个用宿命山做比如。宿命山四宝所成，你以宿命山的边边啊是金色的，其身即有比山东色，所以连接山势裂谷，你这山的边缘呢？算是金色，你嘛是饭的福气咯，你的身体嘛变成金色的，什么缘故？你啊，一个我群山边这是缘，是干？山的肯定是有用。感应都高啊！你会去念着伊的气氛，所以这是山势裂谷，犹如珠水泻入大海，动机一微。所以连接以海的裂谷，陆地上，无论是江河、河边，这些水拢对下面流咧。下面是什么？下面就是海平面。陆地上的水拢总流入大海，伫陆地上水的味是无同款，
有真耶，有正诶。有酸的，各种无关的气味。然后，你的大海是冬季一味，海水也是咸的。一切江河的水流入海内底，拢总变成一味咯。所以，脸颊以海裂过，海的势力真大咯。会用一切水流，下面讲着人的念好三昧，亦好如是。人念佛，那是得到念好三昧，你也肯定目到佛的气氛咯。就像头前所举的比如同款呢，这就是啊普遍之意。文殊不借经文，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亦有无量诸佛功德无离。啊，这地里拢嘛是咧指这个阿弥陀佛。赞阿弥陀佛偈内面有这款的这句啊，我以一心赞一佛，万遍十方无碍林，这是平等的意思。普遍平等，所以啊，称作是普等。为说以清净三昧、下脱三昧、普等三昧为念佛三昧，这三个名词。甲念佛三昧功德显示出来了，念佛人的心清净，念佛人自在，无烦无恼，烦恼那只有智慧一定的增长，啊，破呢无一个，无一个人无定悟，如何如来？这是罗尼亚书信。这三名词来解释念佛三昧，解念佛三昧为不妄三昧。不呢，大家人所爱呀，不中之王，不中之不，称不妄三昧。一切三昧，念佛三昧是第一，这叫不妄三昧。咱唔知呀，或者是知呀，印象无深，为什么无加念佛这个代志？真正提起来，
咱的念佛，亦有亦无，定定的间断。念佛的时阵，嘛是十心念佛，啊，无专心念佛，专一无啊。什么时阵念佛？无杂念，无妄想，一心专注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唔知影念阿弥陀佛的好处，唔知影，一直到现在都也唔知影。那是知影，你会甲把行拢放下咯。啊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对这句佛号，真正是无了解。知影讲伊是好，好伫倒位唔知影，好到什么程度嘛唔知影，所以就无把这个代志当作一项代志。因为讲眼前真正做诶代志，拢超过阿弥陀佛咧，啊，所以甲阿弥陀佛放伫第二。真正认识清楚咯，真正聪明别咯，知影阿弥陀佛是第一，其他诶。凡事万言都可以放下，都嘛不重要。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，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全部都会得到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呢？基本主顶面所讲的拢嘛是，啊，无认识的人唔肯认真做，真正认识的人伊就会认真去做啊。你啊，对有敬重，对有。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解偌多呢？完全看你会当行偌多，那就你的了解。你无做到，你完全拢无了解。啊，在一切典籍的当中。甲极乐世界介绍甲真清楚明了，如果有一部经，一部的注解，啊，这是净土的第一经，这个注解是净土的第一解。会当讲伫这个顶面用功夫未？咁也阁有啊时间去种别项的呢？咱啊伫这地都爱生惭愧心吗？爱真正忏度业障啊！咱的业障无放下啦，逐天咧做啊，做的业障太多咯，念佛的时间太少了，
你未过业障，所以无感应。咱的功夫都爱当伏着业障，感应拢会现前。念老在这地跟咱讲，为说灵清净下脱不定为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为不王三昧。故是一切三昧功德，自动动故种种三昧之名。三昧呢，就是三摩地，亦作为定定。佛菩萨所修的，啊，正修。正修就是正常的享受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经典顶面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啊正修。念佛人的觉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心地那无染污，就是清净。无动摇，无妄想，无杂念，都是平等啊！啊，清净平等是真心，真心都是清净平等，这个心起作用。都是隔离不灭，称为大觉。释迦牟尼佛证到了，诸佛如来证到了。南龙升到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并无是净着咯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。并无啊，净着，换一句话讲。你无偌久就会真正证到了。总之是咱啊，中国人所犯的梵语叫做多罗尼，反正中国的意思叫做总之，总一切法，起一切义。啊，咱中国人伫咧讲，抓着总纲领咯，总原则咯。啊，伫印度的俗语叫做“多罗尼”，为其善不实。哎，即次显化啦，未失去，是恶不生。啊，永远都未生起恶法，并令啊，其无尽意。
无量无边，无所无尽的义理。金苗的法门，拢在其中，这叫做宗旨。啊，金苗之宗旨，果啊，金宗旨。十方菩萨因闻名故，得到诸三昧有金钟旗，安住定中，得生正觉，故曰就成佛。成佛就是生正觉，或者是生啊定正觉。这拢是讲成佛啊，这个宗旨呢，拢是即句名号。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十方菩萨为缘这闻到。为言不容易啊，家己的善根福德因缘无固着，都拄未着。咱过来看下面第四十五。定中向佛愿，定中上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是定义，若不逆假而不出正觉，这种的来对第二十三种有叫。这两愿，也定中降伏，说明菩萨福慧双修，永远拢未中断的。一切时一切处，伊也拢在降伏闻法，伊在定中，不是定义。咱看注解，第四十五，定中降伏愿。定中降伏不是定义，同有得尊普贤品中诸深禅定，解脱无量诸佛。那这个意思完全同款，正是普贤大师深深境界。这拢嘛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帮助十方诸佛刹土内面的菩萨因。这个菩萨来对，特别是三行菩萨。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个观口菩萨，这是
普贤大师深深境界，往生论祖文，八地上的菩萨，常在三昧。以三昧力，心不动本处，理能遍知十方，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。阿天亲菩萨，两行人来对讲的，这内面透一个信息给咱，这个信息真正不贵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拢嘛做阿维瓦帝菩萨。啊，换一句讲，就是《往生论》顶面所讲的。阿八地以上的菩萨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下面的这几句话，伊拢做到了。常住三昧，啊，就是讲。往生到极乐世界菩萨因，就是讲哈哈品往生，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伊就顶当八地以上，常在三昧。以三昧心力，心不动本处，伊的身体伫极乐世界，无离开阿弥陀佛，而且伫个极乐世界讲堂，听阿弥陀的讲经。阿妈有无伫讲堂，无伫讲堂的人，大概看到这个极乐世界，清净庄严，想要大声参观一下看卖，然后才入去讲堂。啊，上面这款人真多，这是还未入讲堂的。啊！你去讲堂咯，都未想我要出来，先伫外面看好咯，然后再入去讲堂。啊！你去讲堂了后，就会如如不动咯。就算讲伫外面的游览呐，啊嘛是会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六尘说法。啊，光说法啦，音声说法，花草树木说法，七宝池八功德水啊说法，无一项拢未说法的，你要急咯，迄、那个所在的说法文化，将来都无中断。无论你去什么所在，你所听到不甲你说法，说什么法，欢喜听什么法，都甲你讲什么法。所以啊，你未亚先啊，
拢嘛是你爱听的。有人想要学华严经，有人想要学楞严经，来找我，我劝伊啊，念佛去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跟你讲华严，阿弥陀佛跟你讲楞严，好啊，你那边就不用修咯，唔免伫遮耽误时间。啊，这个所在那是无要念佛、学华严、学楞严，袂当往生，也是会去六道轮回，袂当出六道啊。这是真的，不如来学啊，无量寿经，一心专念，你会成就，我袂骗你的啊。啊，心不动本处，理灵啊，遍知十方。啊，有灵力化心，有灵力现应心。啊，以家己是报心，报心无离开极乐世界，应化心，遍知十方。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，真正起作用。啊，化身诸色世间地啊，大乘的办法就无看到咯。用心做事时间较长，一般是甲众生的寿命同款。释迦牟尼佛做事时阵，一般人的寿命，讲平均寿命一百岁，不过释迦八十岁就入灭咯，应该也过会住二十年。啊，是咱这地众生业障啊，业障太重，无人家伙做事。欲界啊，第六天的魔王，你看到了，机会可以得到了，伊也毋是请佛主持，伊是请佛入般涅槃。阿佛在世讲经啊，说法四十九年，够辛苦咯，毋免搁再啊主持咯。佛就答应伊咯，佛无妄语，答应就爱兑现。以前离别，这个二十年要二十年福报呢，然后好后世一万两千年，我才出家弟子。就是供养大家呀、啊，所以做佛的弟子，唔免为这些代志去操心，也唔过无法众生啊。伊唔相信啦、啊，咱无想办法去找钱，哎，伊是要对倒位来，
伊毋相信，毋相信，就要家己去想办法，家己想办法，何法神就袂去照顾你咯。何法神一个看，啊，恁的方法足多，我会使毋免来咯。啊，真正就是惯的啊，真正修行放下在世名利，你日常所需要的都未缺乏，但只要咱细心冷静观察，家命道高，丝毫不爽。真叫感应，真正相信，一点怀疑都唔通有。听佛的话，绝对是正确的。经内底所讲，逐字逐句是佛讲的，人唔相信啦。咱去讲因教头前咧念三皈，提醒咱爱真正回头啊！皈是回头，伊是依靠佛菩萨的教诲。佛菩萨的加持，我们的学习，我们的生活会得过啊，不可能有不能过去的。引化心，这人引化心拢会去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，修好修慧，同时伊卖当以应化心教化众生，福慧相修，助他两利。只有去到极乐世界，才会用呢。无到极乐世界，就真正困难咯。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代志拢嘛会兑现咯。往昔事为注定降福，若上道者，初得以上。啊，上道是什么呢？八万四千法门，不动本处，遍及十方，永永诸佛教化众生，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做会到的。这个初地是指别教、总统别完、别教，两殊菩萨正着初地，啊，慧能大师、大铁大我。别教错地啊，反教错主，
因为这个能力，在殿中，伊就做会到。殿中，伊去西方世界去参学咯。有我，这嘛是王羲之讲的：“初得以上，最后初得。”啊，第一上是无功用，下面阎罗给咱解释：“该为初得菩萨，虽。”初有初得，伊也拄拄啊证着，但尚不能专利啊功用，伊个作用也无完满，有种能力，啊，第一上则是。武功用刀，啊，换一句话讲，做的菩萨啦，伊都有这种的能力咯，嘛起作用，无普遍，无广大，到不地则叫做大行其道。用个真实，用个真自在，无妄离不离。回首马公，他方心发心菩萨，因闻弥陀名号，顿顶上帝菩萨，一诸三昧。注定降佛，这是啊，他方啊，不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以外，一切诸佛刹土，拢叫他方。那心发心，从发心的菩萨。啊，初发心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有福愿力，这个福啊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的愿力帮助伊提升咯。啊，顿顶上帝啊！啊，上帝呢？通常咧指的是八地以上，叫做上帝。伊的能力呢，一个注定降福，教化众生。也得主宰咯，所愿众随啊，众随心发以菩萨，众连虽然是心发以的菩萨。闻名利林，令得定慧相接，真修相教，顿得上帝菩萨呀！这几句话是念落的注解，有文殊不济经文。
念以何功德不量无边，也无不量诸何功德如利。无思议佛法顶无差别，该性一如性最正觉，是故无量功德辩才，如是立一行三昧，就是念佛三昧，真谛行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闻闻。文殊啊，这经常讲呢，念嘛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念无量诸佛功德无力，不思议佛法应无差别。这句话王阳经常讲的，一即是道，道即是因，一道啊不离啊。一佛呢是指阿弥陀佛，念一佛功德，甲念一切诸佛功德，嘛是无离无别。啊，这是真的啊。啊，有人念万佛，佛经上有一部经叫做《佛说万佛名经》，内面拢是佛的名号，一万两千外佛的名号。在中国大乘教内面，过年时阵，真侪寺庙叫做拜万佛。拜万佛的功德，啊，念阿弥陀的功德是同款。啊，咱想看卖，是念万佛的名较好，还是念一佛的名好呢？念一佛的名会得三昧，念万佛的名未得到三昧，为什么？是不是散乱呢？念一佛的名号，你所得的是功德；念万佛的名号，所得的是福德。福德跟功德是无同的。世间人不了解啊，总认为功德比未着福德，伊也要求福德，伊不爱功德。福德呢，会当伫人天，福报来对享受。功德唔是，功德也超越六道轮回。伊对六道轮回真留恋，无想要出去啊！啊，世尊嘛是真慈悲啊！对这类群生的人呢，你看伊讲一部《万佛啦明经》，对因讲的。怎样这个意思啊，就明了咯。咦，你为什么不打一个佛亲呢？门关起来念佛呢？念一礼拜佛，
你你那不简单，这是无量功德啦。这不是福德。啊，所以佛法无解是未用的啊，一定爱会解，从清楚从明白咯，才知影讲要安怎修行，对家己是有利的。啊，无从清楚听人伫咧讲，迄是到老练啦。万佛的发挥也是真老练啦，佛气无老练，为什么大家只念佛无咧讲话？啊，拜万佛，什么话拢会使讲？所以欢喜老练啦，拜万佛。人家用功的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把这经上讲得真清楚，啊，不思议佛法顶无差别，问题就是讲，在于你家己会向你未，会向你。无妨碍，为向你，为向都有障碍啊！阿弥后一句，该行一路。行最正觉，一如是真心，是自性，是法性。禅宗里面咧讲明心啊，见性。教下来对咧讲大开眼界。净土里面咧讲的一心不乱。但密宗来这里讲的是三密相应，当嘛是这个境界，无三昧中，天地诸佛世界无差别相，净无。注定穷苦冬季，有三昧中，诸佛世界一相无离相，为什么？一切相，从心相生。金刚经常咧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那时阵看的希望，是定中看到的，尤其是法地啊，意相。大定当中啊，对于所有现象看个清清楚楚，一丝毫的差我都无。心法界上，心灭上，十八土里面的上。相界无相，无相即相，更加不可思议。
啊，八地以上拢清楚，拢明了。后面要后一章，第二十四章，二十四章。有三观，四十六观，和多罗尼观。先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，闻我名者，正理行法。何多罗尼，这种呢？这种就是啊，二十四种。这里面有三观，第一个何多罗尼，这句以上，这个第四十六何多罗尼观。一、二、三念以上是文明的念愿啊，最后一愿呢，现证不退，拢总是为啊，弘世界菩萨所说啊，所以这种的开头，我做佛时，我是阿弥陀佛自称。他方世界诸菩萨众，他方是十方。不是啊，只极乐世界十方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菩萨众，本我名号正理行法。生是生死的，生灭，永远脱离咯。一切都如你，咱看主盖啊，两类主盖。四十六愿，离生者。你啊，生死呀，三行行民，你无见道，因见地利，断见诸行，因离三界之性，修闻净性离心。啊，三行行林是修行阿罗汉，中行一智慧，大行菩萨，这三行，这里面的菩萨。是无见性的菩萨，啊，那见性菩萨顶面那个加两字，摩诃萨，摩诃萨呢，摩诃是大，大菩萨。摩诃萨是见性的菩萨，无伫三行内底。而且真正大行，这个三行的大行叫观大行、观教，不是实教。实教大行菩萨住十宝庄严土，无住十法界。十法界内面，菩萨跟佛
那么上三省，三省里面的关大省，啊，因为因也伫咧用阿赖耶，啊，大乘教是用这个来做区别。用真心的，这是啊，真正菩萨。用阿赖耶的，用有波罗蜜，伊也修四念啊，六波罗蜜，行菩萨行，叫做观告菩萨。啊，是十法界里面的佛甲菩萨，这两道。啊！以这地，啊，咱讲的三省行林，离无见道，伊啊对见道入门呢，这个都是什么呢？因见地利住地啊，何及灭道？断见思行，生等见行，等见行正思的缘故。走过，因为虽然无关呢，伊啊是姓林，三不退内面第一个为不退，第一净掉咯。换一句话讲。伊啊，永远袂替转去做凡夫。这个地位是固定咯，虽然无离开六道轮回，伊六道内底有时限，咱伫六道内底无时限。亲像犯罪伫监狱内底，咱也所判是无期徒刑。因是有期的，伊有出家希望，咱是无出家希望。这是啊，真的啊，不是假啊。啊，咱今仔日要超越呢，就要靠德舍咯。阿弥陀佛就是德舍，可能啊，比因出家啊，佫较紧。啊，无得阿弥陀佛是袂用你啊！家己确实是无这能力超越，这真话，家己好好去想看卖，无靠阿弥陀佛，无人得下你啊！只有阿弥陀佛的这个得下是有路用的。啊，记忆里面。小行咧讲的是三界八十八品见性，啊，佛为着这个教学的方便，啊，八十八品为了做五大类，较好讲啊。这五大类第一个心见。这条这心是我，这错了。六道众生啊，包括这色界天人，都一个不把心当作是我。佛啊，甲咱讲咯，心不是我，
你会先啉袂？对早到暗，念念不忘的这个心是我。有几个人会把这心剑放下，知影讲心不是我。未接到这个心咯，心是什么？心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啦，啊！啊，那像衫，衫是我所有，啊，房屋，房屋是我所有的，心嘛是属于我所有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生不灭。我是无生死，身体是有生死，有生死的心哪会讲是我呢？真的，头一项就要看破，啊，破心见，因为五种错误的境界。心剑是最重，好嘞！爱对最重的来落手，未搁再执着心是我了。啊，什么是我？现在有未少的人讲心不是我，灵魂是我。为什么呢？灵魂会去投胎啊？心有生灭，灵魂是无生灭。啊，有人，人死了后，你看到的灵魂，灵魂比的人年轻。人若虽然老，他离这个身体了后，那像真年轻。啊，灵魂是不是我呢？未当讲是我，也未当讲不是我。为什么伊未当做主啊？佛法来对我的定义是有两个重要意思，第一个是做主宰，第二个是主宰。你看灵魂是不能做主，伊爱去投胎。若果真正会当做主，一定是投胎去好的所在，享福啊，投胎去贫穷之家受罪啊。伊乃灵呢？甚至讲啊，投胎去鬼道、精神道，伊地下都够苦咯。伊为什么去遐？所以为灵啊。佛法咧讲的意思，离离不觉，伊未去颠倒。非常的容易受到诱惑，啊，在一些名利的诱惑伊，我有落田的诱惑伊，是多一种的诱惑，做伙贪心伊就去咯，就去投胎咯。家己未当做主宰啊！啊，投胎去了后，感觉都唔对咯，又会都未赴咯。爱伫个境界啊，去过一世人咯。
六道内底生死无常啊，真正是无常啊，毋是假啊。啊，到底什么是我呢？有法讲灵性、自性，啊，叫法性，这是真正的我。禅宗啊，有一个话头叫做“浮渺迷生前，本来面目”。还是真我，法性啊！啊，真我有心相无？无。灵魂有心相，有，但有色相，所以现心。这个色相叫做无表色。佛经上咧讲的无表色，有定功的人才会看到，凡人是看未到，伊是透明的。慧能大师见性，明心见性，伊就是把真我找到了。啊！伊讲的五句话是形容真我，体相作用。啊！伊讲不计诸心，本自清净，不计是无想到，啊，无想到诸心。本自清净，从来无染污，本不生灭，无生灭呢？本自具足，一项都无欠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上好啊！所以佛法无向外求。佛法用来，外面的物件是假，内面的物件才是真的。本无动摇，这是自性本定，所以真心是无动摇的，妄心是频率伫咧震动。妄心，整个宇宙啊，拢伫咧震动。啊，这个动都是阿赖耶，阿赖耶的频率。弥勒菩萨有甲咱讲，一弹指32亿8000念，一弹指时间真短。一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条。这个一弹指，以这个啊频率，这个频率偌济？320条，这个320条。那现在这科学的这个时间呢，是用秒做单位。一秒钟，一秒钟会当断几摆呢？我相信啊，会当断5摆。普通人会当断5摆，那个新歌1600条，一秒钟，这管的频率，所以在咱的眼前。现象确确实实是眼前，咱丝毫感觉都拢无。
啊，有潮是什么时候引起呢？是当下啦。无过去啊，无未来，这一般人都未了解。我从几十年，就有这个概念，是当下啦，经历咯。为什么？伊无过去，无未来，就是啊，当下这念。当下这念啊，讲就成佛了。一念迷，就是凡夫。这念的时间则短，一秒钟内底有1600条次的生灭。每一个生灭拢嘛是独立的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无时间，无空间，无时间就无过去未来啊！现在有无？现在嘛无，讲现在过去咯。把这个经常讲得真好啊！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一切法，包括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跟我的人是安怎对待呢？跟我的人，在面前，伊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就饿咯。那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迷咯。迷是什么境界？迷就是六道轮回啊。觉悟咧，觉悟就是四性法界咯，就三性，声闻。圆觉菩萨，修法界里面的佛，也阁是菩萨。无彻底觉悟，无见性，也就是讲，无离开这个波动的现象。波动现象就是生灭，不离开生灭，离开生灭就是不生不灭，那就离开了，本无动摇，不生不灭，不过这个诸性人性幻化，就是讲伊会现。整个宇宙，现一切万法，咱的心拢嘛是伊现的，伊灵现。拄着缘，伊就会现，现啊是千变万化。这个千变万化无法形容，你来看，一秒钟也变化偌济摆。会记得一秒钟伊三星的变化是1600条次啊，都一摆也是我不可得啦。咱起一念头的时阵，唔知经过偌侪变化咯。
啊，释迦牟尼佛、门弥勒菩萨，凡夫心有所念，能起这念头。有门弥勒菩萨，这一念来对，有几念非常圣也。咱哪会知影呢？佛问讲，伫这念内底有偌侪念，有偌侪相，有偌侪相呢？相甲相连起来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这讲我问咯、哦，咱这个在明了讲，什么叫做我问皆空？我问不可得啦、啊。我是现象，凡所以上皆是浮梦。我问是物质的基础，啊，物质内底上皆水，金刚经上皆叫做一。物质内面第一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。那么是组合的啊，啊叫做一合相。整个世界都是啊一合相，整个宇宙嘛是一合相，一切万物拢嘛是一合相，拢嘛是这个基本的物质，伊啊组合的现象一合相。一合相，圆珠一个线，圆线上就灭了，就无了。圆珠的时阵现形，圆灭的时阵无了。伊毋是真的啊！你啊执着伊是真的就错了。你想要占又咪错了，占袂着呀。想要控制嘛，控制袂着，拢在打妄想。啊，明了这些事实真相呢？啊，这叫做看破，这个观看破了后，就放下了。你这个现象来对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啦，不执着，这个叫止。噶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噶止住。每个在起心动念。万法平等啊，万法一如啊，平等一如是安怎讲呢？万法皆空，现前有啊，有即是空。你现前有，你会当看到空啊，你就解脱咯。空解又是念做一个，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。空有不离，空有一如，这个一定得爱呀，诸世纪个观察，观什么呢？观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，观这个，这也是一个相出现了。大乘教来对佛讲的，一念不觉啊，离有啊无明，无明出现了。无明的存在时间是偌久呢？是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。所以讲，无是无明，
无始是无开始，无始无终，也是个终，一切无啊。你讲开始就完咯，就灭咯啊！这无这个始终啊，始终就伫眼前啊。这个念头灭咯，第一个念头就起来咯。这个阿赖耶，自性甲阿赖耶是无共。自性是无生灭的啊，自性是不生不灭啊，所以令接近自性，令愈亲愈接近，到看到生的时阵，就圆满咯。现在性就是自性本定啊，本定就是啊，慧能大师第四句所讲的本无动摇，那是自性本定啊。不定是性别，不定就是阿赖耶，十法界。完全都是阿赖耶变的，心现色变。那心是真心，真心那未现出境界，但是这个境界内都有阿赖耶变真咯。那真心所现的境界都是啊，一真法界，这个。经常咧讲诶，叫做世界，描绘即个叫做世界，都是真心所现。如如不动，不生不灭啦。啊，咱伫诶即境界内底，妄念不低呀、啊，所以叫无明。啊，无明这个意思，你安怎完全拢唔知呢？啊，啥人看到无明，看到无明，伊就会明咯。经常常常伫咧讲呀，八地以上，七地以前，知影这代志，该我啊，呀，丝毫都未怀疑。虽然无看到伊啊，一点啊怀疑都拢无。把地看到，就是正我。原教初祖就正悟咯，正悟就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啊，真心妄心是安怎区别？真心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这种真心，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拢嘛是妄心。这个才真正明白咯，不为什么教咱的来。管理分别执着，管理起心动念，
是教咱呐回归自性的啊，不管你是袂当转去啊。对倒位远离呢？对现前的境界啊，远离啊，现前环境无好，我来去找一所在修行，有录音吗？无录音，你找到也是境界。你介迄个清净，迄个清净都是你的障碍。啊，对，你的烦恼，啊，佛是叫咱离妄想分别执着，无叫咱啊离顺境逆境善言恶言无啊。顺境啊，逆境啊，善言啊，恶言，拢未执着，拢未分别，拢未起心动念，这是佛教咱的。啊，所以真正修行的人，是不是选择环境无需要？一般初学的人就需要咯。真正建立这个境界都无需要了，为什么一如咯？漫画盖一空，根本啊都未起心动念，对一切法根本啊都无执着这个念头，无占有念头，无控制念头，拢嘛无咯。这是啊，真心无分别咯，分别是我是你是他，无这款念头，这种真心。真心而随一切缘，随缘。不动啊，真心虽然不动，啊，不动虽然是佛，这种是讲我的人，呀，不动。随一切众生的缘，平顺众生随喜功德。菩萨虽然当中是有不动，那叫做真功夫。以心灵，心门眼觉，以不动，以也不随缘。为什么以随缘行动？唔敢动啊！凡夫咧，随缘随咧动，心哪袂当做主，随缘随动。所以菩萨随缘而不动，什么缘都买当随，不爱起心动念，而这个真修行。真功夫，真本事，就袂当讲唔知啊。好啊，今仔日啊，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